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第一个总执行的议员李建志李议员，总执行时间40分钟。感谢大家主席哈，馆长副馆长，介绍咱馆副啊，各局处长哈，大家早安啦哈。首先哈，我要来提起咱元宵节游景。今年游景的当中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当然伫遮，我嘛要要求县政府会当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制止这种情形不再发生了吼。啊，伫遮嘛要来澄清元宵节所发生的代志，甲阮台东县武堂邯郸爷的团队完全无关系，吼。唔是阮所引起，嘛唔是阮，嘛唔是阮这个团队所发生的代志吼，这点澄清一下。啊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啊，我有做干部来做这个邯郸爷这个专题报告吼，要来予大家了解，甲咱台东这乡亲知影讲，阮台东县武堂邯郸爷团队到底是咧做啥物事吼。炮炸邯郸爷吼，台东吼，早年是咱原住民啊，这个居住的所在啦吼。汉人呢是伫汉朝，而且清朝，才开始陆续来了离厝的移民啦吼。所谓离厝的移民，就是因按中国大陆这边过来，这算头一次。来了后，伊个所在，比如讲伫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也好，然后再过刷来台东，即种叫做移厝的移民啦。即从因的家乡，的即个民俗文化，甲即个信仰，带来台东开始发展。那么邯郸爷是伫民国40年左右哦，来到台东落地生根，并且来发展着炮炸邯郸爷即个民俗活动，已经超过一甲子了吼。咱即马所看到这张相片，是一个月前所翕的相片吼。坐伫我边啊，这位是我的老邯郸啊。我手摕这张相片，是老邯郸伫60年前哦，参加邯郸爷出巡炸邯郸所翕的相片。这张是我老邯郸伊的身份证，伊叫王财宏，12年出的啦。即卖已经94岁了，即卖人住台南市啦。当然，咱传承一家子，拄只所看，这就是活见证啦。那么邯郸爷呢，共有七种同音无同义的尊称啦，拢总叫做邯郸爷，嘛是咱县大爷、县大即县大官爵赵光明，嘛是武财神啦吼。但是咱台东的信徒自释迦开始，就甲称为邯郸爷。那伊的造型，伊的金身的造型吼，甲咱这个现代有无同款的所在？伊是赤面灰面，三米目睭，左手捧天书印，正手一边啊，根据咱这个学者吼，吴文博的这个研究，称为佛甲邯郸爷，是以台东为发源地啦。现在所看这张相片，就是阮县武堂台东邯郸爷这个造型啊。那么伫出巡的前一天，法师拢伫阮县武堂，来安这个五爷，甲着这个正义安坐。咱即摆看这个相片吼，这是安五爷，这是正义吼，下骹这两张是安坐啦吼。出巡的当天，甲活动结束了后，拢会由堂主带领整个的团队来向邯郸爷禀告，并且祈求会当平安啊吼。那么伫炸邯郸爷进前，由这个法师伫现场来甲百姓的邯郸爷吼进行正式的仪式吼。咱即马看到的吼，这个正式的仪式，首先是化符，后来就是贴符、阴符，才是正式。这是正式的过程哦。那么，伫活动结束一过当天，阮有举办社神、
贺军的这个仪式。那么炮炸邯郸爷这个仪式哈，最主要就是免这个炮炸，四面八方的这个鞭炮，偏向新桥以顶的这个百姓邯郸爷身上，一种现场的这个震撼力，吸引真济人每一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这个百姓的邯郸的动机，伊会去哩把那些这个百姓邯郸的动机哈。大多数拢是宗教信仰，啊！伫每一位百姓邯郸的身上，咱拢看会着因自我挑战、展现生命力的这种精神啦。即马看到这张相片是炮火中洗礼的这个百姓邯郸吼。那么炮炸邯郸爷呢，拢是由查甫囡仔吼啊来担任。咱即马吼来看相片做介绍啦吼。伊头壳顶绑一个红头巾，就是要保护伊的头章啦吼。啊，这条黄条巾印有三字邯郸爷，是代表这个百姓邯郸啦。啊，挂这个红镜是要保护伊目睭，双边的耳啊，用到这个耳塔啦，要保护伊的耳眼啊吼。啊，伊面头前绑这条淡色的毛巾，就是要隔离这个炮火烟。啊，阿棍挂这条巾啊，是邯郸爷的官印，伊有护身。哈、哦，那就代表邯郸爷意义啦，哈、哦。手爷这张青阿机有招财，那就吉时来供用。另外一手将椅，将到这个椅啊，是要保护百姓邯郸之安全。他妈的，是人家个脚穿运动鞋哈、哦。以上这才是百姓邯郸标准的装扮。是这队伍移动的时候，除了新桥顶的百姓邯郸以外，阮也还有这个。指挥、调班、炮班、炮手，以及现场的随护人员、的护卫人员啊，哈，最主要就要确保讲全体的这个工作人员到了现场，的这个观众安全。咱即马所看到，这是台东县府堂的这个团队，按这张相片，恁就看会出讲，阮是训练有素的这个专业队伍。早年。台东邯郸爷这个信用吼、哦，并无固定的这个流物啦，拢是由咱这信徒跋杯来选出当年的这个路主，安尼一年交接过一年，啊轮流供奉，一直到到79年啊，才由咱信徒李建弟我本人来甲跋杯请转去供奉，也因为了后呢，咱这信徒大家同意，开会同意了后，佫经过咱邯郸爷，吼、哦，跋杯引准，才来创立台东县武堂。也因为咱这场所吼，伤矮，才看伫咱这个台东正气路的边啊，吼、哦，来个迁建完成，入会安坐。那么台东邯郸爷，阮县武堂邯郸爷吼，而这个圣诞千秋是3月15日。即马所看到这张相片是台东县武堂吼，那么邯郸爷伫台东发展这60几年的当中哦，即马已经有8处的这个分灵分布在各地，每年拢不时巡逻登岛来到台东县武堂进行吼。那么炮炸邯郸爷这个风俗发源于台东啦，时间超过60年吼。啊，是咱台东人共同的记忆力啊！吼，啊，甲这个，并且甲咱盐水风炮、后龙射炮声，甲着这个北港雷炮、竹南造福同款，拢具有咱地方代表性的这个炸炮活动。每年呢，拢会当吸引真济只游客来观赏吼。啊，今年咱台东的国际地标，这个炸邯郸的现场来了，要甲20000的人潮吼。啊，每年元宵节拢有真济只游客来台东，要来看这个炸邯郸，为咱台东的观光甲这个经济发展吼，带来无限的商机啊！啊，阮除了这几年吼，啊办这个你来炸我吼炮酒，诶，这个演习营吼体验了以外，也阁有这个国际高马星，诶，这个炮炸邯郸体验了，甲着阮。东邯郸文化传承建设，吼、哦。
咱现在所看到的，这就是你来找我泡酒天然的。我每年都会开放给民众免费来体验炸邯郸，嘿，主要是无这没有这民众来体验啦，民意怎会听，啊，要再来，就是要展现因的生命力吼。咱即摆看到这就是炸邯郸传承建设呀，阮训练的对象就是八星邯郸炮手。甲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为着的主要就是要提高阮这个团队的这个专业水准吼。即马所看到，这就是国际交换生炮炸邯郸体验了。现在每年拢有来自20几个国家以上哦，而且、這個、啊，正百的学生啊，来到台东体验炸邯郸，透过因的手机啊、哦。第20几个国家在行销咱台东炸邯郸爷的这个民俗文化，这是阮台东县武堂行销国际的第一步吼。在民国91年啊，是阮交通观光局啊，交通部观光局列为阮小三大主题炸邯诶东邯郸吼。啊，伫民国95年。前往中国福建省做这个宗教文化交流炸邯郸吼，啊，过来民国96年1月啊，被咱台东啊登陆台东县政府，当时哦啊获得推荐为无形文化资产，啊，伫100年12月啊，被咱这个内政部啊选为台湾宗教法定之一吼。咱即摆所看到这张相片，就是伫福建省。安溪县地多的这个宫殿，炸邯郸的镜头。这张证书就是阮台东县武堂，吼、哦、啊，入选台湾宗教八景的证书。伫1905年，阮受到这个台北镇南宫的邀请，啊，前啊，伫咱这个台湾呢，啊，上大这个宗教圣书的这个现场，伫遐炮炸邯郸。咱即马所看到的，就是镇南宫。炸邯郸的现场，苹果日报的网站，大家炸邯郸3天破100万的这个点阅率，超过4000个人的分享，会使讲是享誉全国了哈。那么，过来哈，哦，这个炸邯郸在台东已经超过60年，啊，咱未来。哦，台湾需要咱优质的在地文化，行销国际。台东是保有啊上有价值的这个炸邯郸无形文化资产。伫阮创长到今27年来，阮努力经营，就是要来保留传承这个炮炸邯郸爷这个宗教庆典。伫遮吼，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嘛希望会当大家。咱政府机关甲咱遮所有乡亲吼啊，社会大众机关的肯定甲支持，互阮继续过来发光发亮。以上报告吼，到遮。感谢感谢哈。啊，咱即马进入今仔总结顺的即个题目啦吼。首先，请咱即个环保局局长。老张，哎，老张哈，局长，是，我第一问题要请问哦，是，咱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第一批的这个公布场所哈，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检查的进度如何？你打报告一下。甲员报告哈，咱第一批公告哈有九间，九间我知。九间啊。本来是照进度是到6月底，6月底以前拢爱家己去检查完吼，来甲咱申报。啊，目前已经去调查过，伊拢检查了，啊嘛合格，甲咱申报了。拢合格已经做了了。是。啊，第二问题要请教咱这个处长啦，局长啦吼。是。咱室内空气的这个细菌。甲着这个悬浮微粒啊吼。是。大概有90%以上啦，90%啦吼。拢是按这个空调的系统
这引起的。这你敢知影？是我知。你唔知嘛吼？是。啊，但是我所知，啊，拄只我冇请到过你，恁干阿去测这个空气品质尔。实际上，恁无加检查伊这个空调箱啊、风筒，甲着这个过滤网啊，恁拢无过去检查这个问题啊。我拄只讲哦，有九成以上是按这个空调才来哦，按这个空调入来，这个空调按这个风筒送出个室内，才由咱伫室内的人，咱咧干阿咱咧喘气，都去吸着啊。所以这个空气好歹，咱身体拢是知影，不是随知影啦，会造成咱的危害啦。啊，你不知不觉，这种爱顾家会知影啦。啊，等下你毛病产生的时间怎啊？我都安那拄安那，你嘛不一定知影讲这甲空气品质有关系啊。我比你讲吼，讲第一道啦，这大面积嘛，我紧啊。因接古以来几十年、十多年，伊个风光有通过，伊个空调有通过无？迄是偌济偌济歹物件呢？这细菌、这微生物，你拢这生物微粒，这拢伫内底呢。啊，今日你若拄着较热天气，热天较冬季了吼，伊热啊热，伊即摆迄个歹物件就变腐个脏，你看无？我是安尼讲啦吼。安尼甲想嘛，甲猜测，干啦，咱料想会到诶嘛。啊，即个通风管透过即个空调，甲送出来当中哦，哎，打皮迄度对即个通风管空气，甲送入去室内，啊，咱就吸着，咱就吸着吼。啊，即摆你所做诶是依照规定啊，伊个空气品质，你若测不过就会使啊。我讲哦，安尼讲听意思无？会甲伊个报告吼。感谢你对这室内空气品质的这个关心哦，啊，你嘛个研究个个彻底，嘛个感谢你啊，感恩传传。这里、个，咱的迄个控制，室内空气品质这个管理法里面有规定哈，拢有九项，九项，包括你拄仔讲的哈，迄、那个细菌、菌群哈，伊落菌数，包括伊的 PM10、PM10 哈，叫 PM2.5， 这拢是都在阮的迄个检查范围。啊，拄仔你讲的重点，所以我也足感谢这个议员你的迄个指导。咱的阮环保局的立场，阮是检查你的空气品质，包括你拄仔讲的迄个细菌、甲真菌，哈。那阮要求就是，你这个场所的迄个使用人、管理人还是所有人，你的所有会影响咱的这个场所的迄个设备，包括你拄仔讲的防火，伊这平时拢爱保养、爱检查、爱清除，无你的迄空气品质哈，无可能合格啦。啊，我搁甲议员报告吼，每一个场所伊检查的迄个项目无一定同款，好，所以我搁拄仔讲迄个病医，这细菌的部分也会列入我们的那个检查项目里面，哎，大家补充。以我个人的看法啦吼，今仔日恁检测这个空气会通过，是，那像你所讲啊，这高警头拢通过啊嘛吼，我来看是安尼啦吼，那以我所在啦，外县市因迄边吼。那通过无通几乎拢袂过，为虾米？伊咧本来室外空气就无好啊。咱台东的空气是室外空气是上好的，所以讲吼，我来看法啦。因为你如果到一个所在，无可能讲拢种全部密封式的嘛。啊，拢有空气的是吧？室外空气的是吧？是。可能无安尼因素造就啊，达到下手伊会通过。啊，我拄只讲这嘛毋是无道理啊。有道理。你我即马来啦吼，咱达看达些检测。咱当来用去看，甲看伊个空调，看伊个甲翕相当来，我打开看，空调甲伊个风管甲伊迄个过滤网，绝对无清气个。我甲伊报告，卡个都垃圾个。我甲伊报告，拄好我甲你报告讲，这是伊甲咱申报讲伊合格，但是咱依照咱个迄个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里面，咱过来去甲检查，所以伊说报了是合格，是伊讲个，但是阮会排时间去甲检复检，哦，这甲伊报告。我是安尼啦，我是建议讲咱保局啊吼，是对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的检测啊，咱必须爱更加落实这个空调系统，是这个卫生检查。好，这一定爱啊，这跟这种连带关系啊。这我问你，检测通过，但是我风管，我空调看，垃圾安尼，啊，这个风按室外抽入来当中，按只吹过，你想，咱伫室内人敢安全？这对咱的身体健康算造成威胁啊。我讲啊，听啊，我嘛希望啦吼，我嘛要求咱环保局吼，对这个空，对这针对这个空调卫生啊，
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这个检查制度啦。这是我的建议啦。啊，当然恁等于看要怎处理到，哎，我知影一个，我要看到市民的报告，我足坚持哦。我伫顶届会议，我有提出来讲，但是我即届我真正理解了解，这对咱身体伤害足大。啊，我都对这讲拢事实啊，这大卖场十几年啊，啊，这病几啊十年啊，因敢捌通过防控？建无良心讲看卖，啊无咱就是，叫一叫你甲切看卖，叫咱再去看，啊看是毋是明仔日像我所讲安尼，迄是绝对的，你讲怀疑的啦。啊，所以讲这点我足坚持，这是为着社会在上，着台东乡亲所有人的安全，啥物人艰苦病痛爱病医嘛，甚至你啊大医啦，我来探病一点就是去病医啊，同款啊，买些物件大卖场啊。这拢足侪人出入的所在，是啊，这无讲无人知啊，我这讲就清楚啊，对不？谁敢敢甲我讲这防控甲这个品质，这个空气品质无关系，谁敢安尼讲？我相信全台湾敢安尼讲，对不？绝对有关系。我安尼讲，是，老金，这阮会去场所的时阵来去甲迄个业者吼，还是迄管理员吼、管理人员来甲辅导。哦、不管不止红共啦，以相关的影响空气品质的一些相关的。我是安尼啦，我是希望讲会当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为着咱社会大众，为着所有台东人家的身体、这個、健康的问题吼，一定爱通知红共，不是干那只做一个表面的来应付这法规，安尼是唔好啦。我讲话是安尼啦，啊实际上安雷就接到啦，人外管始终安尼做啦。阮来对接咧，伊个迄个空气品质把关。就只有安尼吼，你按偌关机，你加问几关机，啊，把这资料给我看，看有无咧检查项目。因为以前每一个场所检查项目无同款啦，但是我再说提供予议员啦，吼，每一个场所的检查项目是不同的。安尼，我讲你也清楚多啊。是，好，感谢，谢谢议员，谢谢。啊，咱即摆先即找小的处长来。处长是。我手头，我有经差不多五六个案件较特殊的，啊，要来跟讨论啦吼。我即摆手头一件，即个我个新录的案件啦，所以我足清楚啦。伊即摆差不多四十几岁，啊，咱爱甲听讲出来。啊，这案件拢我甲恁的复杂员拢有计较过，拢有打拢有过招过。我其实我甲恁嘛无什么意思啦，啊，伊就是要咧坚持啦。啊、我提出来，就大家听看卖安尼啦。伊已经爱洗身啊啦，伊一礼拜爱洗三届。啊，你看这人敢够工作能力？啊，什么人要请洗身去做工课？啊，像安尼吼，伊的迄个站桩手势拢写极重度啦，几乎拢是安尼吧。上少嘛，达到以上的啦。啊，我知影是极重度的，这个残障手册啦吼。啊，安尼人是列为中度以上，就列为无工作收入啦。因为伊的爸爸，然后伊是大人。伊即摆是爸爸嘛吼，财产超过啊，但是伊即摆83岁啊，伊无收入，就不动产超过，啊，你阿弟姊妹几岁啊？啊，是大人财产唔放啊，啊，你像伊安尼伊要哪生活？是大人无老爸无收入，阿兄咧甲饲啊，住伫阿兄遐啊，对无？这拢调查过物件，啊，就为不动产安尼，啊，无阿袂分的，但是我有甲复杂人讲。我你来甲查看，有达一条民法规定讲，囝会当甲四大人要求讲分财产，然后这条安尼你比如卖甲处理无要紧，哦，该协商呢，先卖讲过地所户啦，啊无你有领残障手册津贴就好。伊讲你叫我写实录去，啊无得到我啦。哎，我即摆讲安尼听意思，像这啊，三不管地带，法令规定无这个。这种恁爱看书办书啊，啊恁实际去轰炸去调查，怪老爸是毋是真正？哎，免看啦，刚看出你嘛知，八十三个无收入啦，对不？伊老爸是毋是安遐咧甲饲？啊，安遐咧看在水什么话？啊，家庭房嘛，拢无钱，拢装潢嘛，一清二楚，啊，全叫不动产啊。啊，老爸唔放啊，啊，你有勇气无？有去问无？你都看着歹好过。啊，我甲你协商了啊，我讲是落去哩，啊，这拢无下落啊。啊，正好我讲这种是事实咯。啊，伊是无娶某，伊独生仔是咩啊？伊拢完全符合啦，就是伊爸爸财产分配。安尼甲无理，法令都无规定讲会当甲死一人爱要平分财产，
啊，问题伊即摆用这财产问题就离开啊，伊无工作收入啊，伊也食饭也生活呢。啊，这边哪来？有啊，转来找阿兄阿姐。即摆阿兄阿姐看来想讲，啊，真靠伊咪你搁来？迄讲话拢口舌呢？伊生活甲足无尊严，伊嘛甲我讲二万，这俗话我真正想袂对，想要去死呢、啊。我讲这些呢，啊，这边哪处理？你甲我讲。真的啊，这长期也拢看人的面色，爱人伸长手，这种生活呢，啊，生活就该好过呢。是是，讲较歹听啊，只着五百块，生活一礼拜呢。啊，你讲这边注意。啊，你讲报告，迄、那个个案的问题，爱看伊个案的迄个实际状况啦。哇、啊，你安尼讲。這個、我讲的就是安尼嘛，我甲复杂话，侬讲了去啊，复杂嘛无其他新事情，无伊就把我反驳啊。我讲这拢是事实，情形就是安尼。另外，迄个复查的部分哦，无大部分是较不不应该了，这等于我也来了解看卖啊。恁的复杂话啊，阵你有看我咧讲，有知我咧讲倒一件啊？哦，来，过来。我搁一个问题请教处长一下，我比你讲，这人伊青梅啊，青梅拢是中度以上，能力青梅啊。我比你讲哦，伊即摆逐工走去野山吼，遐即摆互你用约十个咧唱歌安尼啦，啊即摆着规定出来喜乐啊，因为伊定来遐唱歌，安尼家己所愈喜乐安尼无会无？会无？应该是袂安尼吧？因为伊拢符合啊，伊拢总符合。我讲这低收入户，伊唔只过低收入户，啊！你以为讲伊去唱歌安尼，阿舅罗安尼无？无啦，这个唱歌，甲伊的资格，这是无直接的。我讲你嘛，阿个有来，六十五岁以上啊，伊是独子哦的。你以为讲伊今仔日哦身体用来搞你运动，啊，从阿舅罗来，啊，伊即摆你运动身体够用啊，啊，伊会当过做工过啊，所以低收入户会当安尼哦。我来讲六十五岁以上，都属迄个，这拢无感觉是伊吧？对啊，你当无？伊拄只老人啊？系，啊，因为讲伊身体先用，哦，这身体才用，这袂使只找工课，安尼甲拍落会无？应该是袂安尼啊，因为六十五岁以上已经是、那個。哦，变好来，即马来讲真话题来。已经是迄、那个，已经无法度迄个交劳保啊。哦，我即马真话题，我要讲来试下来。我即摆讲这个案主啦，吼，伊申请的，伊应该爱过二款，无过二款，有过二款甲无过二款是差2250块啦，差2650块哦。对一个独居人来讲，对一个残障者来讲是足重要的。你讲细手兄呢，一个月六千，一个月就5000啊，对无？啊，伊讲你啊，残障手者一个月8000几块，安尼加起来。靠条储蓄，较无10000块，伊咧生活。啊，我甲你讲吼，这个人伊两只脚拢总袂方便，伊出门爱坐轮椅啦。出门爱坐轮椅呢，啊，这都毋是假，这拢真诶。复查员拢知影，伊用过二款，即届就是甲发现讲吼，伊定定拢伫这个体育场边啊遐咧拍这个槌球。啊，这伊咧也无伊参加举办诶啊，伊去逐工去。一个白起来外讲，只要拍水球，你心唔对，会甲降款呢？我讲你是啷个降款？伊这二款是啷降款？伊甲阮二元，啊，伊讲伊要拍水球啊，伊工作能力啊，伊爱去找工课啊，我讲无安尼，你甲找，无得好个，你甲找嘛，伊要当找，你甲我讲，谁要请一两支脚袂叮当呢？啊，这拢是属性呢，我蛮在那讲，我讲你听好无？而且已经无收入行咧，对无？爱参加协会，在时啊，拢做人去遐讲球，安尼讲讲到尾啊，至少都讲降款。啊，今日啊三块总无去咧。啊，你即摆好甲降款，剩8000几块啊？啊，5000扣掉剩3000几，你怎啊要计安那？我看你讲这几个个案吼，是毋是出来咱互阮伊做？应该毋是家己个单一。这种案子我已经跟你复查，也要深入之前都已经有协商过了，电话也跟他协商，然后又深入，然后又说谎事，到最后还不搞得好啊！我讲这案件吼，你
即摆咱若开个所在时，你规是叫一个人过来我遐，我一条桥桥开，就知影啥物事。啊，过来，我这讲啊，这无讲袂使，这爱讲啊。也阁有这件足好笑，我嘛感觉足好笑。伊五个囝，两个过姓氏三个，公仔无离婚，足济岁啊。即摆这个老伙仔，伫这安阳面，即摆这个妈妈是原住民，甲即摆这个细汉查某囝带做做难题啦啊。剩这三个囝哦。拢总过低收入户，啊，就是两个老伙无过。这是什么病？我看无。我跟他讲哦，他们做房事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以前都会过。我要讲出来哦，那个小女跟她妈妈住在一起，过得很离谱啊。那是我讲出来，害着人，我不爱讲啦。啊，奇怪呢，三个拢总低收入户，哎，爸爸妈妈无啊。啊，爸爸怎么就按两个面看出来？啊，你看边那帮？我问复查的，伊讲啊，因为要帮他们三个儿女列入低收入，一定赶爸爸妈妈列入计算，然后把他排除在外嘛。那谁要问他们？恁这是什么法律？我干嘛做好笑？那安尼，我讲这是真的哦。这条别当我出嘴叮当去哦，靠这个道理我是无。爸爸妈妈拢超过恁规定的岁数，拢无收入啊！啊，爸爸怎么就按两眼啊？你啊，要死唔当归啊！啊，这边他讲我，我讲这实在安尼哦，这不是笑话哦。啊，这若讲出来是真正笑话啦。伊迄个个案的部分哦，爱看伊全户的财产啊，甲不啊财产当然伊有迄个收入甲不动产的部分，所以这个案的问题是不是找些时间啊去你啊，把这个案甲咱来甲迄个厘清一下。一般哦，我在帮他们生日之前，他们找我会先去了解，了解完之后，我是先协商状况是怎么样，真的是这样，我去帮他写生父，所以我这么讲的问题，你都不要去怀疑啊。我办事不会这样啦，这请这。因为我跟你接触嘛，嘛可能我相信你的同事，你的人啦。我讲这种是属实的，还是讲？这看变啊，你是你啦，咱再过来吃啊。但是话，这个一件，这房间你，这逐年拢过，啊，就是今年无过，我感觉做好笑。逐年拢过啦，啊，今年无过，安尼啦，时代人嘛拢无伫个啦，啊，伊即卖倒伫安阳县啦，赶快倒伫遐袂顶袂动啦，差毋是植物人安尼，啊，都袂顶袂动啊，啊，这种事实咯，啊，有一个某两个囝，但是差不多十万年就无离婚啦。啊，离婚的是你丈夫，我敢讲可能伊啦，但是嘛讲出来啦。你知影离婚的证书，伊咧离婚的内面协议书安怎写？你知影？这两个囡仔后摆无甲你抚养，伊是袂当提出讲，法律上提出告诉讲伊弃养。我们都有附带那一张上去的，啊，之前都有去访视去了解，啊，结果，伊即个到底啊？啊，这件我办到真，那袂贵，拢我处理的。啊，即摆即件，即摆变个办法嘛想无？啊，你来了解啊，属性啊安尼？救助法内底五三九条款都安尼规定啊，你们可以去排除，为什么不要呢？有一些案子你们出来很好笑呢，去告啊，去告啊！但是要规定哦，啊，未告以前，你若是甲乙干事，你们去访视现场，真的是这样？你们想我过啊？但是不列出一款啊，有这条吗？有嘛？伊个啊，原不够。伊个社会救助啊，跟你讲的精神是同款的，然后就是讲伊个依，主要是依事实认定啦。哦，那伊若讲伊先话真正足辛苦，当然迄先甲伊先哦先会先核定而已嘛。认定你们要去了解现场啊。啊，毋过即摆咱在当有种情形，就是讲伊个伊个是大人拢要等哦，监护器的吼，即款的咱嘛是有啦。啊，所以首先讲，即卖迄个咱要请迄个徐大人，伊来迄个提高先哦，大部分都以前的人，因为透过伊的户籍成本，你可以了解他前妻，甲伊的囝，两个囝是大嘛，你们可以去了解啊。啊，无甲调来了解年岁啊，看哪讲啊，你们可以来。即卖伊不要人我调啊，伊是人倒去啊。伊迄个。问对啦，伊、那个伊咱即摆迄个，伊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咱都会甲排除嘛。一个是迄个未尽抚养义务嘛，吼、
啊，一个是无抚养能力，哦，那当然那个要排除。你讲我知嘛、啊，但是当初他们在离婚的时候，你当初就是出也未叮当啊，因为讲离婚遐囡仔我还未成年，即马就甲写安尼啊，结婚证书据里面就这样啊，我们就附带上去啊，就甲写安尼，写就写安尼啊，像今年囡仔阿伯，若无甲你饲，你当过伊过伊死啊，要写安尼啊，有注明安尼啊，有注记安尼注记啊，啊这边要处理。啊！你总是不当放地下，不当插啊！啊！你哪会当去问那边那个安养中心？人家直接嘛，有人来看我。因为囝有住台到尾较近，比人家住超过十年啊，有人来看我。有啊，那边啊，啊无伫个，是放怎个？你这个案件哦，变较有做，就是讲有牵涉到迄个民法294条、咱295条，迄个遗弃、支系、尊亲属。哦，那好嘛，他当初他的前妻这样子，他就这样盖章嘛。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拢都里面准备订单啊。你当初警察阿伯甲送去咯，阿伯甲送去个安养院，是因为离婚了后，他才说来安养院。啊，恁就539条来，恁就根据恁实际去了解嘛。然后真的是这样，事实就是安尼，你就甲排除嘛。啊，无你问人家私家公司要哪办嘛？因为囝有来无嘛？从来唔捌。对啦，这情况这也算排除，按讲就是讲后续后边有一个迄个政府迄个爱代位家己订手。来，咱搁接别个案件，而且你事后叫我来找我，咱来讲看哪处理呢？这几条件呢？这个案件哦是安尼啦，伊妈妈是极重度，囝嘛极重度啦，一个过身去啊，剩一个查某囝，嫁了不再嫁，啊嘛嫁了无好啊。啊，你安那好，安那好就是三半。那么因这个后生极重度是去年才开始这个的今年，去年年初嘛，咱要新今年一年，要应该知影嘛。伊进前应该是轻度的，了后变极重度嘛，咧洗心，妈妈咧洗心啊，两个不咧做做伙啊，送去卖过。哦，我嘛歹甲拍神经啊，讲啊这是哪边？班的复查员，阮这管理你，我较清楚。班的复查员，我捌去访视过，敢若有特别有过这三关、四关的过访视。这中间是旧年的代志哦，咱嘛到年底已经是重度嘛。啊，伊当初你访视的是也是轻度，好，我们都送资料，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他是100%会过二环的，我敢讲你，我敢咧讲诶，当一个阮写一个角色伊无爱。都爱我个点，那啥奇怪呢？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懂？我就觉得很奇怪。伊个囝，那甲伊妈妈户口拆开，伊个囝中度，伊个囝就二环了嘛。即马两个大做伙，伊咧计算伊个查某囝，妈妈甲伊大做伙，要计算另外一个，这个阿姐就是妈妈查某囝，讲意思嘛？爱就袂过嘛？啊，奇怪呢，你拢歹同通知，都爱要跟你讲。啊！你嘛当叫伊写报告，也是讲你嘛当是好过啊！你做检查4-5个月，伊讲欢喜，我感觉足好笑。那安尼，伊在咧艰苦啊！啊，且你搁放事过，案件呢？你讲税出一块5000，伊在咧存偌济东西食啊？你甲我讲，我讲个真个啊！我即个他讲呢，会刷开嘛？是我甲讲个，我讲我给你送来，你讲啊，我冷漠，你讲太多。你唔知你叫伊刷就会使吗？你会当主动甲讲个，你啥无爱？我叫伊刷啊，就过啦，啊二款啊，伊是二款算户数，啊当然6200哦。对你来讲，迄母我惊相依为命伫遐呢。这就是你们的复查员，他如果有那个专业，如果说有办法让他们过。爱情真正太艰苦，你拢看过物件，你都爱想办法倒下手才对。啊，我今日去哪种唔捌，啊，从来放好贵，啊，就是三款，啊，唔是三款，唔是二款，一款6000，啊，一年7万外呢。我讲你听意思，所以你要对恁的复查员要加强一下。有些状况，你们访视之后，他真的过得很困难，生活真的很痛苦这一种的。你那徛伫角度甲思想、甲思考，看有啥物办法来甲帮助，安尼唔较对。你唔是啊，你拢看讲，再食袂当过，再食袂当过啦。人咧安尼。你手底迄个几个个案是毋是咱会当服务啊？我请阮的迄、那个
来搁甲了解一下，看伊个实际个情形是安怎，甲你报告。是啊，我像我拄只所讲案件，恁六早拢看恁啊，甲我讲个情形拢同款。我到恁所讲个就是甲合作人所讲个，合作人所讲毋是拢即摆我讲安尼情形。啊，这吼、哦，你无看，我即摆甲这案件通交恁啊，恁看怎？有准备了，快来倒啊！好，感谢，谢谢。好，谢谢。哦，感谢李建庭李议员对这个民俗的文化传承吼，啊，加弱势团体这么关心啦吼，啊，我看咱的社会处处长你都叫恁内底人主动吼去了解好啊，应该拢知影啦吼。啊，我们接下来请胡秋金胡员总执行时间40分钟。诶。大会主席，我们台湾最优秀的县长，五星级县长，我们副县长，秘书长，各位处长，各位局长，抱歉，因为我有点重感冒哈，可能是因为讲话我不太清楚，我是希望是说哈，因为我讲，我在每次在咨询的时候。我常常讲说，希望说我们的各处长、各局长哦，很多我们民众的问题，真的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哈、哦，要马上要实施哦。那我现在先请教一下我们财政处一下，哦，处长，就是那个有关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哦，你应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延平乡吼，目前我们有几个部落，像我们桃园村的话就是鹿鸣，就是我的家啊，我住的家啊，鹿鸣部落还有下里部落，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鸾山村的下野部落都没有自来水吼，已经。我这样从小啊，已经50几年了。我现在啊，那从小一直跟着老人家都往山上一直去看拿水，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要还是一样啊，一直去山上拿水。发言那个如是你是要我直接跟公所，因为这自来水是它这两年刚好有现在拨专款哦来做严管的工程哦，那基本上是。严管跟节自来水是不能并存的啦，要选择一样哦。那我是直接找公所来联系，去每个，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随时都会发公文请公所来提报，可是严品从来没有提报过。哦，那不用公所提报，如果当地的居民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报到县政府。那我们会联络自来水公司就去现场勘查。那因为这今年是专款的最后一年，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把区域的联络人给我？那我请同仁联络这种特别就每个案去勘查，看能不能列在今年的补助款里面。因为今年我们对于除了自来水严管有补助，因为对于外线的补助也有一到今年而已，所以今年如果不做到明年它的负担会更重，所以业方面是不是把联络资讯给我，那我们直接来找当事人会更快。这个提了好几次这个严明以前这个严明会也是用这个简易自来水给我们，那问题是在做这个简易自来水的时候，他们怎么弄知道吗？弄得比我们现在的还要高，这个水源哦，而且怎么要经过地方了，还有悬崖呢，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叫我们就要成立这个管理委员，结果我们要成立的时候没有人要，为什么呢？谁敢过去这么高岩那么危险的地方，谁敢过去弄水、啊、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怎么这样的是那一眼是不是这样、哦、如果是因为最近会起来、哦、看一眼方便的时间我们找下的时间、哦、那我先请我们同仁跟一眼我们先去现场看他有哪一些请他们，因为现在自来水他要拉严管必须他的因为他评比的时候必须依户数来评比啦，所以计算他的单位成本，如果他们有意愿那也签同意书也愿意先缴所谓的外线费用的话，那他的就才可以试做。
那这个部分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有点急哦，那就麻烦您是不是也协助我们来做这一部分的事情？因为我需要处长真的一定要给我们弄那个自来水的，是，不要说一直叫我们当然当然要升级，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县民用自来水，因为在维护和使用上都是比较好的。这么多年了，从日本时代啊，中国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侵占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在一直往山上去弄水。那为什么你们就不我们一点资源都没有？关于我103年6月1号开始接这个业务以后，我真的很努力的去经济部协调，包含从化工基金都协调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不能讲之前的到底什么情况，不过借由我真的很努力在，包含乡镇的野管的部分，我们都努力来做。哦，我去拜托一下啦。是，那我那个演员联系来做，针对每一个部分。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水啊，山上的水不是像以前这么丰富。现在的水如果说没有下雨天就没有水了。因为最近的气候的因素哦，所以我们也都鼓励拜托一下啊，尽量用自来水。好，处长，那再麻烦一点协助我们来做相关的事宜。啊，我们现在会尽量来争取，谢谢。警察局局长，院长，早，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台中县哈，也都知道，啊，这里我们台中都非常的优秀哈，都把我们的治安啊都弄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县民呢都非常的安全，啊，这边要感谢你。那么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南回公路就是往高雄的方向哈，就是要往那个安寿段，是最后一个红绿灯，哦，那个红绿灯最后一个，那边刚刚好的是四线道，到那边刚好是两线道，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所以就开的都很快就冲到那边。哦，就可能就反正他们就觉得是哇，怎么会有这个红绿灯在那边哦？就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哦，所以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红绿灯前面哦，再设置这个警告啊，警告的这个这个红绿灯哦，让这个驾驶员哦到那边知道是哦，原来前面也有这个红绿灯哦，要问他说好几个人都。所以好几个人都跟我们反映了，尤其我们这边的什么大武的，他们常常可能过去那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边的人过去到台南或者是到那个屏东啊，就看到就哦，好的，觉得很危险哦。好，谢谢议员哦，对这个安说那个红绿灯问题啊，我们马上请我们消防队跟台东分局啊，还有大武分局啊来会勘。那同时啊，在根据以后安硕隧道完成之后啊，再做一个整个前面的一个检讨改善。还有一个哈，就是我那局长在这边我也提了好几次的，就是我们永康跟这个那个鹿野的这个台九线的这个路口有没有？我们提了好几次说，因为好几个民众一直就提出来说。这个非常的危险，就是唯一的县道里面，我们台中到现在就是那个地方没有红绿灯，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我知道我们警察局也是一直在反映，但是公务局他们的观念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做下去危险这样，哪里会这样呢？做一个红绿灯，大家就会知道，哎，大家都会看这个红绿灯。哦，大家就会有比较就感觉到有这个安全啊，你这个红绿灯都没有设置啊，跟你们讲的是这个公路局就在那边一直反映的，人家不是说很积极啊，都不积极去做，这样不太好吧？哦，好，这一部分我们会再利用这个下个月啊，这个月啦，这个月的专案会议啊，我们再来做检讨。好，谢谢部长，来争取的是，谢谢议员。那个卫生局，局长啊，院长，我们都知道了，叫你非常的认真，也很用心的，恭喜呢，局长呢，就是在你的这个领导之下，延平乡卫生所啊，得到最高的这个行政院服务品质奖哈，这一次，要得这个奖啊，非常不容易，要经过很多次的严格的这个考核，才能够得到这个评选入围。
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我们感谢哈，谢谢这个局长的努力哈，谢谢你的努力。那么但是哈，我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知道那个小黑蚊吗？是。哦，小黑蚊的问题哈，真的，尤其现在像夏天，我们大家都穿短袖、短裤，啊，整个很像我们整个台东县的小黑蚊的这个存在都非常的严重。啊，这个咬了下去真的是都痛，非常容易都让痒。啊，这个这怎么防治啊？你们有没有在做这个动作？欸，这个防蚊防治齁，欸，大概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责任啊。就以前很像登革热这样子齁，不要积水啊，那一类要清干净，不要那个盆子。我想防蚊是每一个自己要做好，家里要做好。对啊，你要消浇水浇水去做这种事情呢，啊。小黑蚊，报告议员，那个目前我们小黑蚊的话重点是在台东跟卑南啊，很抱歉，我们经费因为这个经费有限，所以今年我们经费还是用在台东市跟卑南乡啊。不过我想议员所提到的这个后续的是不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会再来研究。这样吗？那经费是不多了，所以我们目前的重点是在台东市跟卑南。我们现在延平都有，我知道前线都有，每个地方都有，但是现在重点是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目前的重点是给台东市跟卑南乡。哦，能够大家一起全线用，就是这个经费我们再来争取看，这经费整个经费蛮少的哈，所以这个抱歉。好，谢谢谢谢。那请要地震处一下。院长。地震处啊，就是那个有关那个处长那个土地那个建界的这个仪器哈，目前好像各单位哦是去申请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土地那个地震事务所都在等，都没有什么仪器，尤其到要弄在山上的时候，都在等，要是说仪器不够，而且听说啊。还要怎么样？叫在山上的话，你们还叫先叫我们的那个农民先去砍草啊，砍一砍呢，然后砍完了之后，你们再过去这个就检测。啊，这个是怎么样的规矩呢？这个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地震事务所民众申请建界的时候，地震事务所来建界的时候，如果说他的地上物。会影响到他的仪器的施作的话，他不会要求民众全部，可能就是说针对那个视线的部分，会影响到那个仪器那个测试的那个视线。那这视线的部分哈，那问题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去剪草啊、砍草？应该是要求是说针对仪器在测试的时候会影响到那个他的视线的部分，应该没有全部吧？哦，尽量能够方便哦，要给我们的民众尽量都方便嘛，好不好？当然。不要说拖那么久，很多事情要大家很多可能要使用。好，谢谢。是，谢谢议员。啊，管理处处长。院长。早。那个有关那个我们省道货车停的那个问题哈。哦。几乎好像每一个县道好像都省道都有了齁，但是啊只有我们那里知道没有吗？就是在那个抽县啊，什么县，我们四维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我们的国中生啊、国小生，有的读台东的，又是高中生齁，都要在那边等车子往台东。啊，有时候太阳像现在那么热，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啊都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这个躲。所以是不是你们可以那个要求赶快做好一下？好，这个我们来提案。我记得我们好像上次就有会看过，会来尽快来提案，来申请那个候车亭的经费。哎呦，我现在。那么拜托一下哈，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红桃就延平乡，我们在建设准备建设一个什么？建设什么你知道吗？你说交通部分吗？不是，红叶温泉的部分。红叶温泉。哦，是，我知道。哦啊，你们有没有稍微补助一下？就是可以补助你们，因为那我们为了这个乡，为了做这个，现在已经拖这么久的时间，都还没有办法做好，因为经费都不够。这个我们来了解公所目前的处理的状况。报告县长，是不是拜托你？谢谢耶、yeah, 你知道在上一任我就已经帮红叶温泉那个复建的工程、我们县府也补助了一大笔钱、那当时乡长是跟我讲说他从中央已经有要到一部分的经费，我原本一直觉得说那个案子啊，如果是县政府来做，我们大概会比较希望可能就是由民间来投资会比较好啊、由公部门自己来找钱来做，后续还要经营啊、有时候就没有办法那么到位了啊、然后像现在这样子啊、经费又这样听起来好像经费又有困难了啊、对，那如果说那么好的点啊、来善用民间的资源进来啊、做得比较专业，那么也能够确保将来的经营齁、可以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如果是我会这样做啦啊、类似有点类似像我们的原住民会馆，虽然委外了，可是我们要的都达到了，我们要的原住民的就业，我们要的这个营收的回馈啊、这个利润的分享，这些这个然后又可以带动整个地方的这个发展齁、做把品质做好，这个都可以到位。那现在如果说一定是要公所自己来经营，我都还不知道说到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专业跟人才去经营。那他现在已经我想我们再来了解看看，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跟胡乡长谈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来了解看看。乡长，我想县长你做这种事做得很厉害，我想你多指导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协助了啊，谢谢。好，这个建设处是的，你知道哈，我们这个阮山的1977线是，就从147到上面那个下野的地方哈，哎，就是新，我们这次不是新刚开完那个桥的那个，就是路阮山桥下面那个，你是从那边不是吗？从那边到了下雨那个晚上，那个路现在那个路是你们现在管理了吗？对对，那个是东势实线。对啊，那、结果因为以前一直跟他们讲说要把它拓宽，因为有时候要办活动，为了安全这个对车的安全的问题。对，哦，所以希望说啊，能够赶快给它弄一下，是不是这次可以这样做啊？再拓宽一点。最起码双线道，让以后办什么活动，我都对这个行车安全的东西。对，这一条路大概连接东河那一边的东23线哈、然后接到太原哈、大概我们现在争取那个深海线道路系统。啊，我所了解的状况就是鸾山那个就是下野那个村庄哈、当时要拓宽的时候，就是因为百姓有一些意见，是不是我们会后我们再召开一个公听会，也请胡议员列席哈。我们是不是能够需要百姓能够同意我们来争取那个再纳入深海线道路系统计划。好了，因为他们有提这个案子，他们说就是因为对那一段他们办活动，比如说骑单车啦，或者是对对对，从我们那边那个太窄了，那个危险。那条路线那个风景很漂亮，哎。好，谢谢，谢谢的。这个延民处院长。部长，我好好请教你了一下哈。我知道你在我们海东县，你绝对是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这个任务，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原住民就是争取这个现在农用的土地啊，就是国现在国有的农用土地。那你请你讲一下，到底这个争取是怎么争取？时间争取的时间是多少？议员讲的是元宝地的土地征划编吗？啊？是指元宝地的土地征划编吗？啊，就是国有，现在是国有的。是。啊，保留地。是。啊，对，哎。对，那就是办理土地原住民元宝地的征划编。对，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行政院那边已经有颁布，本来是到前年年底结束嘛。那去年开始，这个变成是常态性的业务，他随时都可以来申请那个元宝地的征划编。对啊，本来是到去年嘛，对不对？是。啊，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申请的话，你们是几年内？公所就是设定地上权之后五年就可以拿到他那个土地的权利哦。那当然是说在这之前可能要公所。好，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监督到我们各乡呢？啊，尤其我们这个住原住民的乡公所有没有好好去监督？他们每几个月都会提报那个他们的申办的案件。其实目前土地征划编申办案件最多的还是在海岸县的三个乡镇。那在纵谷县的地区的件数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好，现在你们既然说你们有好好监督，我现在就跟你们讲，有一种状况是。这个是非常实在的状况哦。是。我现在就是只有提那个案子，我们的那边的部落而已啊，就是我们桃园村鹿鸣部落。是。啊，你知道我们鹿鸣部落是日本时代就把我们赶下来的。嗯。所以我们就是从那本路下来的。是。啊，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在住在这个鹿鸣部落。啊，就是这个蝴蝶谷。是。所以蝴蝶谷旁边包括这个水，就是这个路，这个蝴蝶谷这个水的这个下去，快到这个路野这个地方，左右边还是就是我们的老人家，从我们的老人家，包括我们的祖先，到我们这边，我都还有在做哦。是。啊，我们都在做，但是很遗憾。民国六十一年的时候，大概民国六十一年的时候，发生大水灾。大水灾，你知道吗？八八水灾那次，很像下雨八天，连续八天，所以整个就冲掉了。啊，那边蝴蝶谷的旁边的那些土地都被冲坏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怪。那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公所就说，第一个不能再登记了，啊，不能再登记。第二个，公务人员不能登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以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都我太了解，因为我本身那个时候刚好我六十八年，我已经当警察了，啊。就叫我们放弃，叫我们放弃争取，所以嘛，就这样子。我们除了那个好的地方哈，就继续做以外，因为被水冲的这个样子，当了石头了什么，他就没有再做了。结果呢，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那个时候就不讲嘛，不能登记，也不要公务人员也不要登记。后来什么时候开始登记的？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应该八十几年开始。八十几啊？对，征划编。对。八十五年。所以后来我们慢慢也开始到啊，原来可以登记的。是。结果我九十几年也就开始登记了，到现在，我们的公所呢？既然很多的问题叫我们要去，这个要靠这个土审委员的审委会的同意，哦，
我们就在想，这个省委会委员呢、啊，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呢？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啊，只有我们那个部落的地方的人民才知道嘛。你们应该找我们那个部落的人啊去问呐、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问别人？那个委员，普选委员干什么？有什么用？都不这样做。他提出是可以提出，就是你耕作的那个土地的四邻的证明，只要四邻的四边的邻居的可以取得他的证明，是说确认你有在这边。对，但是问在我就他们，现在你们，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不会积极协助帮忙，说要怎么做怎么做，这个一直故意找麻烦，说这个要怎么样做，哎，没有人证明，没有人啊，说土生委员没有不通过不就不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不对？包括还有省很差劲哦，外省那个外族的族人哦，是跑来我们那边要抢那个土地，说他们以前在那边做过，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个我们再来跟公所这边去把这个案子先做了解，可以吗，议员？我不想讲公所哈，是，因为公所以前啊，我们的公务人员。秘书大部分的公务人员都是平地人，都是中华民国的，没有很少原住民，所以我们要登记啊，干什么都没有好好的协助我们。你看我爸爸现在的，我就讲一句话，清洁队是他们就赞助我们的胡杰谷的地方了，是为什么三公所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可以这个公所可以这么侵占我们的土地呢？对不对？是。明明那个是以前派出所是用我们的，啊，用我们的，结果呢，他们就派出所也以前很早就撤掉了以后，他们我们回去做。他们就是不行，他们这个是公国有的，这样如果他们自己弄，公所就可以做侵占，一直到现在了。你注意看啊，你注意好好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不能部落啊，蝴蝶谷那个河流啊，还有几个土地都是被你们公所占去，而且是怎么样变什么时候怎么争都是变成国有呢？为什么不当时应该知道在那边以前就是我们在做的，而现在报告还在坐牢了，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出来申请，帮我们你们好好申请，不这样做？议员，那个细节是不是我可以会后再跟议员把整个的那个资料再跟议员这边去做详细的了解，哎，然后之后我们再去跟那个乡所这边去做。所以我希望你们哈，是，你们是上面是啊、这个监督单位，是，好好一下监督这个啊公所，好，很多事情，尤其我有原住民的事情，都不好好积极做，是，好，那会后我再跟议员这边要资料，然后之后我们再去跟乡所这边去做协调。还有，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啊，是。上个月就是我们主席郑主席代表会主席他的土地就是农友这个土地有没有，因为前面他种这个水果梅子树是啊都没有赚到钱，所以他就说要把它整理掉，他就用那个外手去把它弄整理一下，那你们怎么会跑来来说这个违法，这个怎么会是这样？那可能要先问他有没有先申请，因为有重型有做重型机具的话，有动用重型机具的话，是应该要申请简易水保。那要先确认他是不是没有去申请简易水保。不问题，那个是我们农用的这个土地嘛，是不是平时有在用嘛？不是说一般现在的。不能再使用这个土地，包括高度也没有那么高啊。
对，那个因为中根除草一般大概免检具水保，在乡公所就是可以同意，可是那个大概就是一般的农用的机具，可是如果说要用重型的机具，比如说怪手什么，大概要重新去申请跟农业处申请检疫水保的申请，所以是不是因为大部分这个一般是公所这边去查报，不然就是空拍的时候人家还有经过人家检举才会有这样的状况，之后我们才会因为是原保地才会这么原民处去那边去查。对啊，很多事情你们人家检举是嫉妒哦，不要说你人家是检举啊，就是啊他们是违法，对不对？对，议员爸爸，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都大家都是自己的乡亲哦，像如果是说我们去勘察了之后，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宣地看，如果说他还是没有违反水土保持，或是说他可以有后面有自然直升，我们还是就后面是没有送到采访，就是要看他后整个。可是如果说他有动用大型机具又没有申请水保的话，大概后面这个大概就有违反水保的那个有可能性了。好，你这稍微要好好努力一下哈，尤其啊，对我们公所啊，我们原住民申请这个土地，要积极的指导嘛，对不对？不要在那边都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找问题。好。好，谢谢。啊，社会处处长。你好。这个我因为你刚刚有几个人在说明哈，因为我们那边有几个低收入户要申请低收入户，结果你们比如说他嫁到那他女儿嫁到哪里，结果你们还规定说哎你的爸爸妈妈很有钱，所以都不能低收入户。那个跟议员报告哈，那个出嫁出去的女儿，还是说那个入赘的男孩子哦，其实他是有条件的排除了哈、哦，就是说按照那个社会救助法第五条第二项第四款的规定哦，他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就可以把他排除。哦，那他必须要第一个没有共同生活，那第二个是他没有抚养能力，哦，再来就是他是。你结婚的，他就要符合这个三个条件，啊，就可以不列记他那一个嫁出去的还是入赘的，哦，嫁出去的女儿是入赘的那个男孩子，他的财产就哦那个收入就可以不用列记了，哦，所以、哦、他是有条件的排除了、啊，对啊，但是我他们都觉得说很怪，为什么我嫁到我嫁到这个家庭，问题是我这个家庭什么也。都什么都穷，结果你们就把我们又弄到哎，我前面的家庭，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呢？很多事情，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是一个家庭，怎么会是说互相？对，可是那个因为那个不管是民法还是社会救助法，其实那个不管他嫁出去还是入赘啊，他那个血缘的关系还是存在嘛，啊，所以那一个抚养父那个。那个户抚养的义务，那个是那个刑法跟民法都有规定，哦，比如说刑法294条，他就有亲属之间就有那个户抚养的义务。那还有说就是什么，都我们原住民的话，就用我们的原住民的土地来评价这样。哦，那个是土地是依据那个土地的公告限制。那问题是你知道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土地都没有在没有办法使用，也办法没有办法卖啊，有没有什么价钱啊，你们就这样算对那个没有规定是要把那个不动产的部分也列记进来啦齁、哦、它有几个条件是可以排除那个所谓的未有经济价值的土地齁、哦、那个是可以排除齁、哦、不过要看它土地的状况。那个土地的那个价值是按照公告限值哦来计算。哦，能够哈、哦，真的是很多事情不要说想的，用尤其这个争取这个低收入户的时候，对不对？你们去好好去监督去看实际情形是怎么样，不要说在那边
猜测出没有多少多少。那个复查的时候一定会到，一定会去做那个家务访问，我会去做访视啦。哦，这个一定会去做的。好，那个请你也放心。那个相当局局长评价一下哈。目前现在我们因为有的相关局局长，有你应该知道嘛哈，有像品东在我们这边服务多久的了啊，他希望说能够回去啊，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规定才能够回去？哦，是说要调回到品东去，是不是？啊，一般来讲，因为目前在我们台东服务的啊消防人员里面，大概还有100多位哈、哦，不是本地人哈、哦，是高屏台南哈、哦、外的哈、哦，那屏东是占大多数。那我们要调外县市呢，按照我们的内部规定，大概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啊，参加啊消防署办理每年一次的统一调动啊统调。第二个呢，就是一对一的指名对调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屏东他有一位消防同仁愿意来台东。啊，那台东有一位消防同仁愿意去屏东，两个人可以，啊，来对调。啊，那第三个情形就是，交换毕业分发缺，啊，交换毕业分发缺。比如说我们台东有人想要调去屏东，啊，那屏东刚好他当年有毕业分发的职缺会过去他们屏东，那只要经过台东、屏东跟内政部消防署三方面同意，啊。他可以把我们这边的同仁调去屏东，然后把原来要分发给屏东的毕业分发生分发到台东来。好，那大概就是这三种方式了。好，好，哎，对，是是。还有一张哦，那个不太舒服啊，报告完毕啊，谢谢。哎，谢谢主席，休息一下。好，谢谢胡秋军胡远。那个铃声都还没响，你就结束。生病哦，感冒哦，好好的休息哈。好，谢谢各位，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10:40再准时开会。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总执行的议员是尤忠正尤议员，总执行时间40分。大会主席、黄县长、陈副县长、两位秘书长、我们县府团队及处所长、在座的媒体的小姐先进、先生以及在座的先进，大家好。首先我要恭喜我们黄县长再度这个蝉联这个五星级县长的市政满意度，在这里除了表示本席的恭贺之意，对于县长的市政理念跟坚持做对的事，个人表示支持跟肯定。从本会期的第一天的市政报告，大家很清楚的，在我们现有财政如此这个短缺、这个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完成多项的重大建设。那么尤其是向中央也争取了不少的经费，像富冈渔港的交通专用码头的新建，以及太平溪的整治，那么也提出了十几项这个未来市政的一个重点。你的用心跟我们县府团队的努力跟付出以及效力，都获得了我们前线民众的肯定跟赞赏。从我们县长过去从政以来一直到现在，对南回县南回地区各乡镇的建设跟关怀
我想是故意疑虑的哈。比如像促成这个南回公路的拓宽改善工程，以及花东铁路电气化跟双轨化。那么最近在农产品部分也积极推动了南回地区潜力产业的黄金小米计划，以及辅导红里的一个管销的通路，尤其是在医疗上，在医疗部分你也推动了这个南回这个紧急医疗中心以及偏远以及偏乡这个远距医疗的照护计划，这些等等的作为也是民众最迫切最需要的。那么是不管是医疗、交通、建设、产业，我想你都已经顾及得到啊。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县政是非常不容易，一个县政是千头万绪的，除了一个团队的努力的配合，也是县长任期有限制，所以你不可能完全照你的理念来把它全部把它完成。那县长你请坐，没关系。在南回县这个乡镇我们都很清楚，你也都用心，但是仍然有几项本席认为我们必须要再加强，要再持续的来推动来完成。第一点就是上五一港的整建跟活化，第二就是大鸟游区区的维修跟营运，第三就是金融温泉区的一个开发案。那么首先我们就上五一港的修建跟活化来做一个探讨。上五一港是南回县唯一的渔港，也是台九县在本辖也唯一的渔港，更是我们台东县的一个门面，是我们南边的门面，因此它是非常具有一个重要性。那过去上五渔港因为是兼具了渔港跟金港的一个用途，所以政府在这里也投注了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来治理这个港口，但是随着两岸局势的和缓，相对之下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军事的一个用途。那当然政府不可能单就一个经济的产业来继续的花大笔的一个金钱在这个港口来浪费掉，但是我们不能再做一个活化，那不然过去的努力跟我们民众的需求，我们必须要满足地方的一个发展。因此本席认为上五渔港可以朝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开放，因此我在这里很恳切的希望我们的县长能够比照富冈渔港的方式，因为我知道需要很大笔的经费，能够从花东基金来争取，来把它重新的一个活化，改善内部的一个建设跟设备，甚至周边的一个环境。那要活化除了一个打鱼以外，我想
我们可以朝一个观光渔市，或者是一个海上观光休闲，比如说赏这个鲸豚，或者是海钓，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去研究。那么我们目前也知道，上渔港是形同一处废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周边有几家的商店，也就是海鲜店，里面的就是港口内部的建设设施环境真的是不堪入目啊，不能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作为，我们去把它活化。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想请教我们农业处以及相关的单位，你对上渔港的看法，以及如何来整治，或者是朝向一个多元的一个开发。我们大武渔港的关心哈，县长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李议长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如何来做大武渔港的相关的配套，尤其那时候有一些公有土地，然后能够整个港区来做处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向营建署争取了一个规划的经费。当然是这个是这个部分的是港区外面港区附近的这个环境，然后做整理，这个、目前正在规划。上一次县长也特别说明，就是说这个整个经费可能要1亿啊，但是就是说可能分期来做。那至于做港区的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去年大概年初的时候，我刚好到农业处哈、当时我去拜访那个大武的乡长哈、赵乡长。那我印象很深刻，我在找他的时候，那他们同仁跟我讲说，乡长刚好去那个大武渔港，所以我就到大武渔港去，跟我们同仁到大武渔港去，然后我就在里面找乡长，因为他电话那时候刚好他忘了带电话，我们就去找他。结果我看到大武渔港，因为我们在港区这样走，就可以发现到有蛮多的人在那边钓鱼啊，虽然港区那时候沙堆的蛮多的，那环境看起来是不是说很好，但是也不会很差，但是整个港区就是大概具有疏沙的功能而已。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在对港区的疏浚哈，我们尽量除了上级补助以外，我们尽量能够把这个沙卖出去，让它能够平衡的，至少不要说每年只有丢钱下去，至少把疏沙能够平衡。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港区哈，因为疏沙总是一个阶段性啊，我们总希望港区能够就像我们讲的，看那么多人在钓鱼，表示那个地方的环境是很多人喜欢去的啊。所以我们后来在去年提报了一个计划，从花东基金争取今年确定给我们960万做一个景观的疏沙桥啊。平时假如说真的疏沙的时候，一年大概在疏浚的时候大概时间不会太长，那可以卡车可以走。但是呢，平时假如说一般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大概一年大概至少7、8、8、9个月的时间，那个地方港区可以这样在桥上面走，看到这个环境，也许很多人可能就是游客到那边的时候，他港区会走一趟啊。当然你讲到仪式的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上一次我们去参观那个碧沙渔港，还有另外几个渔港，我们可以发现到台北还有基隆那一带，我们发现到就是说以我们的目前的观光客的那个人数的话，我们刻意去再做个那个仪式市场，或者刻意再做那个观光的这相关的那个整个公部门在经营的话，可能将来大概会入不敷出了。但是我想我们附近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那个餐厅齁，像大武，大家一般到上武，大家从这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大概南回公路还没完全拓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个龙凤餐厅，到目前为止它生意也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餐厅倒不一定要集中在一起，但是相关的环境停车的空间，这个公共可以来做，
啊，当然另外就是说在空档的时间他们愿意到港区走一走。我想这个方向我们来做，我们从景观的那个苏沙桥做起，然后将来港区的相关的这种环境的整理，我想我们后续会再跟就是说能够活化渔港的方式来争取相关机会，是跟渔业署争取呢，或者是跟其他单位争取，我想我们会跟建设处来合作来做整体的规划。谢谢。好，谢谢。可以做一点补充吗？现在大武这个渔港的确是面临到一个纯粹必须要对不对？必须要转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因为他，你刚刚有提到像富冈港，富冈港，我们之所以这次能够争取到经费，不是从渔业署，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渔港，我们要去改善它，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经费，而是从交通部。因为它富冈港肩负着到兰屿跟绿岛的这个交通的功能，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去拿到那七亿多的扩建的这个工程。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要套用到上午这个渔港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纯100%的一个渔港。那所以，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的渔业实在是已经在那边实际在作业的这个船只已经不多了啊。那个渔获的量啊，我常常有时候跟同仁在讲，我们过去几年投入在那个清淤啊、疏的那个海沙的那个、的钱，可能比渔民打上来的渔获还要多啊。那所以，其实他真的是面对到必须要转型。当然刚刚讲到怎么样尽量朝观光油气这条路线去走，搭配我们整个南回地区，我们将来整个要去施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啊。那不过可能这个上面要地方的沟通也需要啊。我觉得像公所也一直没有办法下定这样的决心，因为觉得我总是还有这些渔民我要去面对。那如果说我们有办法把这个转型之后把渔民的生计也能够兼顾得到，比方说他因为这样的可以有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是这个创业做生意的机会啊，那这样子可能这条路才能够走得顺啊。谢谢。那处长请坐。那我们这次也在今年，我们也去，因为在跟日本三重县的交流当中，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跟我们缔结的这个志摩市，三重县里面的志摩市。志摩市有一个很成功，就是他们养珍珠，他们也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那他们的珍珠的养殖就非常的成功，他们有一个海女哦，就是靠这个潜水下去打捞渔获上来，然后就考给观光客，这个就都办得非常的成功，那也有很多参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似乎也是我们考虑未来上午渔港转型观光的一个方向。因为长远如果要继续投入那种清沙清淤的这样的经费，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政府能够支撑多久。谢谢我们县长这么一个远大的一个规划跟见解。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上渔港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是因为我们整建了以后，除了我们可以活化地方，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对我们观光的产业也有所注意。尤其是我们台东是一个观光县来聚居，我想这个门面的一个整修是对我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县长你请坐。谢谢。第二个要讨论的，我要提出的就是大鸟油漆区的一个维修。南回县的观光景点除了一个多良
火车站，我想再也没有像大鸟油漆漆哈这么有这个更具这个开发的条件跟优势。那么大鸟油漆漆呢，它是位处在台九线大鸟村入口处的对面，那么景色是非常的美丽哈，我想大家都去过了哈，面对这个太平洋，那真的是会让我们心旷神怡。那么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啊，稻香公所那么发包这个招标油漆区啊，这个传统市区啊，这个摊贩区这个经营权，那么以这个贩售啊这个农特产以及原名美食。那么当时啊停靠的车辆是非常的多哦，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那但是啊因为包商管理这个不当哦，以及积欠费用，那么一直造成跟公所的一个诉讼。那经过诉讼以后啊，那么乡公所啊目前是已经取得这个经营权，那么也希望我们县府啊能够协助啊来整建相关的设施，那么及早的这个营运，来协助啊这个当地居民这个产业的一个行销。那么有关这个部分，我跟管理处的处长在是去年到香港有来拜访过县府，那请求县长的协助，那县府已经补助给他，那工程据我所知已经完工在进行结算，那县府给他另外一个建议是希望他可以找到好的厂商来继续营运，那县府在这部分的招商部分会来协助他们。那以上跟议员汇报，非常报告。好，谢谢。我们管理处是议员好。刚刚那个就像我们那个卢处长讲的哈，那他现在的工程就一部分进行那个屋顶的整修，还有一些廊道的整修的部分，那费用也是我们财经处这边有补助100万元来进行整修的工作。那后续呢，他其实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包括刚刚议员提到那个摊贩区的部分，还有一些绿美化的工作还要进行啊。那他需要的经费大概还需要200万。所以他们现在是说还在争取相关的经费当中。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请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县府哈是有义务哈来去协助哈来这个做一个维修。那么第三点要提出探讨的就是金融温泉区的一个开发案。那么金融温泉区的开发已经到现在已经啊这个现档已经有20几年了，由于本案土地的征收，民众在无地可耕的情况之下，那么纷纷前往这个外地谋生，因而造成人口的外流以及部落经济的萧条。那么在这个开发这个标案这个期间啊，这个议论纷纷啊传出多种的版本，虽然经过地方人士多次反映以及澄清，但政府的回应是雷大雨小，到现在仍然是还没有拍板定案，那么使地方的开发停滞不前，那么对地方而言是极为不公的，也引起当地民众啊这个怨声载道，不仅影响民众的生计，更阻断了当地产业的开发。我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及早设法出面来协调跟解决。有关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我们管理处就你所了解，就是整个开发案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来定案，做个说明好吗？金文温泉的那块原先是公安局管理嘛，后来现在是拨给东莞处来进行管理，它面积大概是38公顷左右。那早先的时候其实都有提过要做 BOT 啦，那可是一直招商
的结果不是非常的顺利。那不过呢，最近东莞处已经有，我们也有收到他的通知了，他们预计在6月14号要办理金文温泉的给民间自提的 BOT 案的公听会，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有一些潜在的厂商有意愿要来进行我们金文温泉的投资。我想这也是一个对金文温泉未来的地方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啊，我们也期待这个案子能够成功。好，谢谢你，请坐。谢谢议员。是你请说。议员报告，金文温泉这个案子的确它是观光局啊，中央交通部观光局的案子，那拖得太久，我担任县长之后啊，其实有几次跟观光局跟包括东莞处都在洽谈这样的事情，说如果观光局一直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金龙温泉的开发，那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结束啊，或者是他要交给我们县政府来处理啊。那总算到现在是有一些突破了啊，听起来，因为我昨天也跟东莞处的这个林信任林处长也有在一起，他也有主动跟我提到这个事情啊，说已经有初步已经有一些有意愿的厂商愿意来啊，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事能够顺利，因为整个南回地区观光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案子啊。它带动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住宿的啊，跟这个整个周边的配套做起来的话，那整个南回县啊，就有一个点。现在整个南回县啊，你会发现没有可以留住游客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在上面啊，所以常常都是经过，然后住宿可能就到资本去了，或到进到台东来啊。那我觉得金轮这个案子如果可以顺利的话，我想对那个区块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啊，这个可以有很大的带动的效果。我们会持续来关心这个案子啦，那也在这个观光局做这个招商的这个同时啊，我们也乐意来协助。谢谢县长。另外，我们面对台九线的通车，因为我们南回县没有国家公营的一个设立，所以相对之下，我们的观光景点是非常之有限的。我知道我们县府对这个部分也一直的很努力，我也几次的遇到我们的陈副县长，在南回各地方在做一个景点的一个观察跟规划，在尤其在都梁火车站这个部分，就从上一次召开协调会以后，我很想听听这个规划案的内容跟进度，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副座做个说明？好，谢谢议员。基本上县长在整个施政方向里面也感觉到南回县比较弱，那一直希望能够加强我们整体南回县的一些亮点，所以我才针对南回县的部分找一些可以突破的亮点。那除了南铁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多梁。那多梁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跟当地的这些社区做一些沟通，我们游议员也有亲自到场那做一些了解。那基本上现在我们的管理处已经争取到1000万，那个相关经费是交给相关所，那1000万大概就是在做多梁火车站那一个整个美食区的
这个整顿，希望让它造成一个美景。因为我去看的时候，连平常不是假日都有很多游客到那个地方，可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个现象，游客只到火车站那里，上面就没有上去了。所以我们特地到上面去看那个景观，说实在还比那个火车站还漂亮，但是大家都没有上去，因为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在整体规划上面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召集我们内部的一些讨论，希望在多良地区能够塑造一个新的风貌出来，除了火车站以外，能够把游客引导到上面去。那因为那个区域一个环境要整理哦，就是景观要稍作整理，另外一个有多余的这个民房的空间是不是能够充分应用，包括它的庭院都可以应用。那怎么样去塑造这一块，这个我们已经有做请规划公司协助规划，那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地区的想法容纳到里面。那其中因为南纬地区有小米跟红米，那这一些是不是当地的美食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塑造出一个特别的风味，让游客除了到火车站那边就可以直接上去，还有一个因为他可以做接待家庭，接待家庭的话，那这一些游客到那个地方，我们当地居民也会有收入。可是整个经营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社区共识，所以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琢磨在我们社区的共识，然后我们相关的协助进去了以后，当他这个社区共识完成，有一个管理委员会，那我们政府机关能够找到适合的团队来协助，当这个协会他整个经营管理都可以自主的时候，那政府机关就退出，由他们自己来经营，那未来这个地方应该很有机会成为台东的一个新亮点。谢谢我们的陈副县长，我也希望你请坐吧，我也希望除了这个多良火车站以外，以这个副县长的睿智，能够多找几处我们南回县的一个亮点。谢谢你。接着报告及探讨我们原住民族如何面对以及因应新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那么这个部分我想请我们的严明处长来做一个说明。你现在不必说明，现在我要报告的是本席个人的，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政治的一个理念哈，意识形态是没有哈。我先念几段，你再做个答复。蔡英文总统啊，在520就职典礼就职演说的时候啊，他再度的重申，未来将在总统府下设这个真相和和解委员会，运用最谨慎诚恳的态度来处理过去的历史。那么从真相调查跟这个整理出发，预计要在3年以内提出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这个调查报告书。他也强调会秉持同样的原则来面对原住民族的问题。他也说新政府会用道歉的态度来面对原住民族相关的议题，重建原住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那么富裕这个语言文化，提升生活的品质。那么研评会的主委那个一将他也讲，他说今年的8月1号总统会以总统的身份向原住民族道歉，同时为妥善处理长达400多年的原住民族的问题，那么新政府也正在研议是否要在总统府内设原住民自己的真相以这个和解委员会。那么从以上的这些报道，他们的就是新政府的主张。你身为一个
地方原民所长以及原住民族的身份有什么看法？啊，那需要有哪些我们要做一个转型正义，或者是我们如何的去做？跟你报告，其实刚的转型正义的议员谈了很多的项目，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包括我们原住民土地的权利回复，还有传统领域土地的那个回复，因为想说应该还要再加这两项才比较可以比较完整，因为刚刚还有讲原住民的历史史观的重建嘛，语言文化的复振，还有包括我们自然，应该还有一个我们自然资源权利的保障，就是我们的渔猎权相关的，应该都还要再含在这个里面。这大概是我认为这样的转型正义应该是全部都包括。其实这几年政府一直都有在做转型正义的工作，像我们土地深化边的元宝地，其实也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项目。那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法案在未来都在推动，还有我们原基法，其实只要落实原基法里面各项的教育权、文化权、语言权这些的保障，其实是可以把整个的转型正义可以直接落实。好，谢谢。本席个人我对新政府的这个主张是。我们是抱着一个肯定的一个态度，不管是不是别有用意我们这个姑且去不谈，是一个很正面的，这个是我们是真的是要抱持一个肯定来面对这个转型正义。但是在本席个人这个立场来讲，有几项我们必须要去重视跟做这个因应。第一个，我们原住民族的权利的保障应该要比照这个那个征修条文，就是宪法的征修条文的方式来入宪。那么除了落实原基法以外，更应将目前的原基法有关所有相关的权利义务都要入宪。因为既然新政府那么有诚意，也承认我们是台湾的主人，就应该把我们的权利或者是义务要把它纳入到宪法。过去征修条文的一个召开跟存在，也就是当时的国内的局势做一个因应，才有这个征修条文的一个产生。那么同样的，现在是一个在倡议这个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原住民的一个权利把它落实到一个路线，我想这样子才能够更具这个保障，也这样子也能够展现新政府的一个诚意。第二点，原民会设在总统府内，跟行政院站在对等的地位，因为原住民是真正的主人。当然主客观，我们不可能有统治台湾的这个实力，但是起码要跟政府是一个对等的。因此原民会是要设在总统府里面。第三个，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应该列入立法院正在审议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项目中，因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决策是不具公信力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将来在做一个拟定原住民政策的时候能够据理力争，
是在这里给你做一个参考。好，那也是也只有剩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最后的一个感想，我要给我们原住民族同胞的一个忠告，不管是忠告或忠告也好，新政府这个倡议这个转型正义，对原住民族是契机也是危机，身为原住民族必须要严肃的去面对，但是它的背后是艰辛曲折，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不管是过去国民党建立中华民国，乃至于到民进党的再度的执政，我们都看到了他们都是有付出相当的代价，原住民族的乡亲唯有自立自强，与其他族群平起平坐才是努力的正途，而不是每日自我陶醉在文化的祭典，像歌舞这一类来自我来自满，这是政府对原住民族的安眠药。我想透过这样的一席话来忠告所有我们原住民的乡亲，能够自立自强，你不管是站在政府的部门，在民间的机构，唯有自立自强，我们才能够得到以及享有我们享有的一个权利，别人是不可能白白的送到你的手上或者是你的口中。以上是我个人对新政府转型正义的一个看法，谢谢你，请坐。接着我想这个时间也不多，我本想就叫我们警察局的局长有关你好警察转型这个正义的部分也要给你就教，但是因为受限到时间的问题，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让你在这里多这个发挥。那我想请局长哈，我这里会做一个书面的哦一个咨询，你会做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给我，哦给本席就可以了。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们大会的主席，谢谢我们县府团队的技术所长，感谢。好，谢谢尤忠镇尤议员对金融温泉这么用心，还有对我们原住民族这么关心哈，感谢你，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江接受江议员总咨询，时间40分钟。大会主席陈副议长、黄县长、陈副县长，股会两位陈秘书长，股会各位同仁。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在这里本席要先就教育我们黄县长。你好，我想跟你先谈谈520，我们新任总统的就职大典。那一天，您去参加了，我个人认为你这个是正确的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是国家元首的就职大典，是跟政治的这个立场毫无关联、哦、这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大事，只是比较遗憾那一天搞到最后好像不是中华民国的事情、哦、好像是一个新政府的一个事情，内心里头非常难过，身为一个国民尤其原住民，那一天的台湾民主进行曲、台湾之光，县长您都全程观赏。我
想我不便在这里请你发表你的感触了，因为你讲了可能又要得罪人啊，因为你一直都会讲真话，很担心你讲了又得罪了中央啊，还是不要让你讲的好。不过台湾之光把台湾的历史缩解为四百，而且是荷兰人啊，不，葡萄牙人先发现福尔摩沙才有原住民，然后清兵入关，原住民被驱赶，但是画面是带着笑容被驱赶走。我一直很纳闷，原住民在台湾，我们姑且不论最早在台湾的是不是现在的原住民啊，姑且不论，但是台湾原住民在台湾各种的考古跟我们的口传都事实都证明我们在台湾居住至少超过千年以上，包括中国的历史记载。很遗憾，我们新政府却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清兵入关干原住民什么事？清兵入关是跟汉人有关系啊，汉人明朝清朝的汉人刚来台湾是怎么赶原住民？是郑成功赶的，是郑成功赶的，跟清兵没有关系。郑成功为了屯那个为了屯兵，把平埔族都赶走，弄得流离失所，所以最后道光年间才有马卡道祖搬到台东来，先到南莞，再到地里的长梁，后来被那组帮他把那个东里的阿美族赶走，或者迁到东里跟客家人一起，就是后来的大方嘛。我搞不清楚新政府到底他呈现的是什么，我发觉他根本就在玩两面手法，他高唱要团结要和解，可是呢却在挑起仇恨，却是制造族群对立。他不是说要没有意识形态吗？可是他不是在意识形态在处理在呈现吗？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典，我开始不禁要忧虑未来会不会像前次的政策政党轮替一样，对前政府的一切全盘的推翻。我们来看看最近的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中华台北没有事还被肯定，可是当年叶金川呢，他讲中华台北的时候是怎么样被羞辱？新政府也没有给叶金川一个道歉吗？太阳花学运清算公署回巡公署，竟然行政院院长撤告，那不是又告诉我们警察局局长以后你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随时会清算公署啊，不能告我们了，因为告了行政院也会撤告，那叫国民如何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真的不禁忧虑，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则可以让大家共同来遵循？所以我又不禁要忧虑，我们的沪甘宜港的交通转码头是交通部答应，可这个新的交通部长对国民党很不友善，那对国民党承诺的事情他会承诺吗？他会继续做吗？东线铁路的双轨化，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还没有把预算编好，结果就政权交出去了，那民新政府会把它编进去吗？不禁令人忧虑。我们举当年徐县长的时候，沪甘港就已经中央统一要补助了，结果呢没了，一纸公文来没了。台二十六线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动工了，苏家或者曹启宏一句话画保护区也没了，原来168亿台九线的这个脱光改善，徐县长的时候阿扁已经答应了，结果后来呢阿扁要选总统那个时候答应了，
哦，说一定会支持哦。结果呢，一直用环评来抵制，到最后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才开始执行，是不是？种种的这一切不禁要令我们担忧。太平西路提供过马总统特别宣誓，按照新政府的这个态度，我看也完蛋了。台九线花莲到台东市区这个改善路段，我也在担心到底会不会能够落实。县长，你觉得我的忧虑是多余的吗？您说。我希望是多余的。我也希望是多余的。但是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讲的是也有你的依据的。我觉得希望，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这个不是坐在哪一个政党或哪一个政府上面的，这个是坐在台东人身上的。就这个是都是刚刚提的这些案子，都是在帮助台东人，帮助台东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才更要撇开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对立的这些东西，真正看在台东的需要，然后来协助他，这个才是我们对新政府的期待。新政府在选前不是一直强调要如何照顾原住民，要如何落实原住民基本法，要落实原住民自治区法，让原住民能够充分自治。可是很遗憾，第一次的立法行政协调会立法院的优先法里头没有一条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不过我觉得倒也无妨啊，我昨天脸书有回应啊，反正8月1号小英总统要跟原住民道歉嘛，没有编啊，这个会期是第一次会期也过了嘛，啊，再来跟原住民道歉，原住民还是会原谅他，因为原住民善良，很容易相信的。但是不要这样子来欺负原住民，原住民不是那个粗犷草莽的民族，原住民是一个豪迈乐天率真分享的一个民族，而且它跟大自然是和谐共处。5月18号恒春镇镇长那个什么龚镇长啊，你跟他是朋友吗？看起来应该不是了啊，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子讲话，竟然说如果蓝屿海域不让他们去抓飞鱼，要封货币五港。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去封啊，封港他的损失是谁嘛？封港了之后损失的绝对不是蓝屿的乡亲，而且蓝屿的乡亲也表明他们不要托庇湖来的客人，他们要跟他断绝关系。龚镇长他自己也说，飞鱼是沿岸洄游的鱼种，你不抓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全部抓光光了嘛，屏东的海岸的飞鱼全部抓光光了，现在抓不到飞鱼的时候，要求蓝屿人开放海域给他们抓飞鱼。12年前，蓝屿就是面临外来的渔船大肆的捕捞，毫无限制的捕捞，造成蓝屿乡亲一度没有飞鱼可以抓，飞鱼替他们不得不到恒春去买鱼。因为这样，当时的县议员，第15届的县议员江多利，江前乡长，在议会大声疾呼了之后，原民会发布公告做了限制，随后我们县府也发布了公告，原民会是公告2到6月，我们县府是2月1号到7月31号，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蓝屿的非遗文化能够适度的延续，让蓝屿不至于因为失去了非遗文化灭绝。因为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文化都有跟大自然息息相关，
都有它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而且是和谐共存的。横州落地有把自己的抓光光了之后，他们家的冰箱已经空了之后，要来开我们家的冰箱，还扬言要封港，这太野蛮了。所以24号江建寿、张振辉以及林修熙议员的助理林茂松，我们陪同黄天德议员到兰屿去。深远兰屿的乡亲们啊，我是坐9:30的，我先去了。当天下午我们先到乡公所听取地方的意见，然后在25号第二天上午10点的开源港，配合兰屿各界在开源港来宣誓，要捍卫非遗文化的延续。偏偏在那个21号又发生了一个水上摩托车事件。水上摩托车事件假借训练，水上救生训练以及海域调查之名，而率行游乐之实。那位朱处长，您同意他的是港对港，港进港出嘛？他是申请几个港区，哎，对对，港进港出嘛。那照理讲，他就从大武港到台盐港就好了嘛。啊，干嘛水上摩托车绕行整个兰屿，绕行好几圈？你知道他是怎么绕的吗？他的水上摩托车是大型的，3人座的，后面载着老婆小孩，环岛旅游。他们靠港的时候，他们的古籍船上还有渔获，还有人带着钓竿上岸要去钓鱼。你这个叫做训练，这叫做调查吗？处长，是，包老爷，我们也很不能忍受哈、哦，外来的人把我们台东当作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所以后续的6次的申请，我们全部撤销。撤销啊，确定撤销啊，确定撤销，那公文是我批的。然后我们以后要求任何在做水上活动，要很明确的说明你的目的是什么，在哪个港港口出去，要到什么地方。另外，假如跟绿岛兰屿有关的话，我们会事先征询兰屿乡公所同意才行。对，征询兰屿乡公所，征询绿岛区议会他们的看法怎么样？这个我们会做事前的作业，所以以后的申请我们会比较做比较严格的这种要求。然后能够按照他的申请的需要，然后做管制。好，这一次应该是疏失了啦，啊，不过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谢长，假如那一天在港口被呛的是您，您作何感想？被水上摩托车协会呛了，如果是您的话，您作何感想？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公民素养真的是有待提升了、啊。那我可以体会那种已经先被干扰，然后又被这样子用口语来霸凌啊、哦，那个感受一定非常不好，这个我可以体会。所以当天乡长南屿乡乡长。在向他们表达意见，竟然对着乡长呛。看到那个新闻画面，脸书转播的那个影片，内心真的是很痛。所以，我个人怎么样，我排除万难要到兰屿去一趟。哦，还好就是抽签的结果排到今天，中间有相当的时间的这个空档。再加上 A 男主跟兰屿的达悟组，其实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A 男主一直对兰屿怀抱着感恩的心，所以每年的海祭 A 男主到海边去祭祀海祭，其实是在感谢兰屿的达悟族。因为传说当年我们的祖先坐船出海的时候，又被洋流海流带到兰屿去，被兰屿的乡亲接待，而且吃到了他们
过去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小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祖先想把小米种带回来，打五祖的乡亲不肯。您在这里住多久，吃多少都没关系，但是不能让你带回去。后来我们的祖先是第一座是把它夹在丝束，夹带回来，背了之后呢才有小米。台湾族也一样有这种类似的传说，所以台湾族、卑南族对兰屿都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所以这一次兰屿发生这种事情，我跟张正辉也一定要过去兰屿，要去声援。本来蔡依林议员也要去，但是因为临时有事情，所以没有能够去成。所以我个人要建请县长对兰屿多做一点关注，尤其给我们现任的乡长多一些鼓励，是啊，因为他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我们黄天德议员也是一样啊，所以可以的话，请县长在各方面可以的范围内啊多以协助啊，让他们能够强化他们的信心。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可以协助兰屿把非遗文化维系得很好啊。虽然很遗憾，26号刚好是我离开兰屿的那一天，我要离开之前，我还特别兰屿又绕了一圈，我没有走横贯公路出来，我还绕从浪岛绕了一圈到开元港，再转到机场。可是那天那个画面我没有看到，后来晚上我从脸书上看到说，当天26号早上在浪岛港外也有外地的渔船，那是一看就知道超过10吨的这个渔船在捕。这下午当地的乡亲劝阻，结果竟然被骂。后来他们录影之后，影片带回来，他的孩子把他泼上脸书。安检单位没有接到通报，不过后来听说洋巡啊，这个海巡的单位有接到通报，但是因为海巡单位这个兰屿没有驻地，也没有适当的贵眼的这个住宿的这个房舍，以至于船艇没有办法长久派驻在兰屿。就算说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通知了海巡了之后，最近的距离还是要从绿岛过去，也要将近一个小时，那从福冈去更久了。所以这样子常常缓不济急，以至于他们这些外地的渔船肆无忌惮，反正你也来抓不到我。所以请黄县长，我们县府应当要协助海巡单位在兰屿找一个适当的他们的驻点，让海巡可以派驻船艇在兰屿，能保障兰屿的这个海域这样子的话，我们公告的这个事项才能够有效力，是不是？好，是不是黄县长？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来跟海巡单位来洽谈一下看看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做成。好，谢谢，代表兰屿的乡亲，谢谢。其实我们最近即将就是我们原住民先从阿美族开始了，阿美族、卑南族、鹿凯族、台湾族的传统的祭典活动。那其中阿美族一直困扰部落的就是我们渔船，我们的下海潜水摄影，还有渔船出海的这个问题。过去是说你船舶出海一定要有渔民证的人才能够上船，不然不能够出去。很感谢我们郑天才委员在3月30号对渔业署的质询的时候提出要求，渔业署的署长最后同意以后，我们在祭典的这个期间，一般的船法就是不是属于登记有岸的渔船，如果出海离岸几百公尺进行海祭这个不需要渔民证就可以出海所以我们农业处跟警察局这个部分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已经不需要了，渔业署已经同意了然后3月24号也对于我们的
阿美族同胞以前他们做自己的船法，小那个简单简易的船法，因为海岸边已经没有什么鱼，已经没什么鱼。哦啊，潜水是他们的必然的，一定要训练的。潜水抓鱼哈，射鱼啊，采取这个鱼贝类，这个都是他们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做的训练。可是因为我们不能离岸，不能离岸做船法，持鱼枪潜水射鱼了。它是根据什么办法管呢？根据水域游憩活动管理办法限制。感谢我们郑县长委员在3月24号也对交通部提出质询，要求交通部对这个管理办法的第17条做修正。后来交通部部长当场答应，在3月底就把第17条里头不得携带鱼枪射鱼及采捕海域生物的这个规定把它删除掉，3月底就生效。所以我们警察局农业处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已经改了啊。另外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们农业处，也困扰我们部落的原住民申请狩猎数量的这个限制，经常因为限制的不合理，虽然后来我们县府农业处我们经过协调了之后有做变通的这个处理方式啊，部落虽然不能满意但可以接受。不过这一次我们郑县长委员在3月16号对林务局啊也的质询当中也特别提出要求啊，林务局说啊这个数量是县政府啊地方政府核定的，那他郑县长委员要求林务局要跟地方农政单位啊地方政府协调。我们请教局长，你们找你协调过？是最近才答复的吗？3月16号的立法院的质询答复的。对，4月以后有没有来找过你啊？他若给我们的话应该是会发公文的，他不会用账面协调，因为这个裁量的话。有没有公文？我到目前是没有看到。不过我想一眼你提出来齁，这个倒不一定说林务局来跟我们协调了。一眼你现在已经提到了齁，我跟你也可以大概这样讲了齁。在里面申请的数量当中有一种我们大概是你要几只就给你几只了，猴子你要几只就给你几只了，猕猴你若申请20只也给你20只，30只就30只，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要做管制的，比如说山枪啊，或有一些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那个。是的，是山里的动物有多少是你不知道，我们很清楚。是现在山枪都要到学校去上课你知道吗？是我们很多学校都要还要烦恼要颁发毕业证书给他，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了解，对啊。然后早上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村民经常被骂。对对，我知道哈，这个以前大概要好几公里，在海拔大概300-500甚至更高的地方，现在都到部落来了，在旁边，对，大概在1-2公里就可以听到很清楚，这个我们知道哈。连水路在产业道路上开车骑摩托车不小心开车还好呢。骑摩托车不小心还要被水路撞呢，所以动物的数量多少应当是要听听部落的意见，要听听部落的意见，而且原住民绝对不会去多拿，绝对不会多拿，多拿有什么用？现在又没有地方卖，就算卖也是害人骗我们去抓的。你讲到一个重点哈，这个整个当中哦，最大的关键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当做生意，啊，对呀，交易的交易。如果原住民也偷偷拿去卖后，那是要怪你们汉人啦，啊。就不能把它当做商品。你干嘛要从高价跟他买？即使将来怎么改哈，哦，这个最大关键还是在这个部分。可是那个又管原住民出售这个猎物哈，这个法则又不高，法院又不判重刑，这个很麻烦的。像比如说我们一个祭典，你假如说要5支3枪或者几支3枪，但是你讲持续性真，因为我们现在在审查哈，一般都很宽，但是主要把它当为生。原住民狩猎从来没有说我要去打几只回来，是我们要出发之前的时候先祭祖灵，是祭山神，说请你让那个行动不方便的、身体不好的、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是
或者是这个害群这个危害群体的那几只牛给我们。要拿多少只是看主灵看山神要给多少，不是族人说我要打几只就打几只啦。所以你们那个观念要改变过来，可不可以？我们绝对不会像汉人这样无限制的去猎捕啦。所以今后在审查这个过程当中，请听原住民的声音，请听部落的需求，可不可以？鲍文彦，你也知道我们是非常尊重部落的申请，我们非常尊重。啊，当然你也是今天所提的，我们同仁会都会了解，我们会做审慎的思考在这，因为谢谢了。我们几位科长真的，我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协调哈。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了，这些年来是本来很多的纷争借由我们彼此的协商了之后，他们的认同我们消弭了很多的这个纷争。我现在要提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了，就是说让部落不要有那种你限制我的那种感觉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每组狩猎出去的那个狩猎人员呢，我们幸福要配发那个香肠谷那个长距离那个无线电。为什么？大家分头出去狩猎，到山上扎营的时候是分开来的哦。这一组有打到几只，那一组有打到几只，我这边打到几只，谁知道？没有无线电联络嘛。我这里打到两只了，要这样子喊吗？隔了山头呢？原住民也是这样喊，没有错啦。但是现在有几个有这种肺活量？像我这么好的肺活量有几个？不多了嘛。是不是？除非我们农业处配发香肠组的那个无线电，要不然警察局借给我们那个无线电通讯设备，我们这样才能够掌握说你上山的又打了多少只啊，顺便帮忙做野生动物调查。哦，这里出现了几只，那里出现几只，不是很好吗？但是可不可行？好像有点困难嘛。不好意思，我觉得它主要关键就是我们讲，当然要维护到保育嘛，不要说想到后续的保育。原住民的保育观念已经很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诚信原则。好了，是诚信原则。我们原住民都很老实啊。是。还有一个办法，你如果不放心，你就多花一点精神到地方上去，找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啊，谈一谈这个保育的观念嘛。是。是不是？是。而不是说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我们很欢迎您来啊，对不对？这过程当中，你们来参与，分享经验。是。他也告诉我们目前相关的这个法定的限制，不要让原住民去处罚嘛。是我们警察局这个工作最近这几年就做得很好。我们请同仁这个部门多做宣导，对不对？是学习警察局长这个态度，各分局各派出所能主动到部落去，这样就很好嘛。是，好不好？在没办法配发无线电之前，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了。是，啊，好，处长您请坐。接下来我要特别感谢黄县长您的支持哈。警察局王局长也特别，他一到任的时候，为了保不住事件，我本来是对警察局不满，但是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议员，你放心了，危机就是转机。”果然，我们原住民的自治猎枪许可及持有的条件，本来有相当程度的限制。自从这一年多来，我们共同的努力，上一次我会议当中提出建议之后，你要谢谢我的同学了，我们保安科李克儒李科长啊，很认真的写报告给警政署，然后我一感谢，特别要感谢郑天才委员，在立法院正式做成提案，修正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第五条之二。增列第六项，这个部分就是对于原住民的资格的申请持有自制猎枪的资格做了列举式的限制。那这样子的话，原住民不会说你只要酒驾车祸过失伤害就不能够申请或持有，已经持有的要被撤销。所以这一点我当时我就知道警政署一定要先同意了，内政部才会同意嘛。所以我特别一直拜托黄县长您，一直拜托警察局局长帮我们讲话，
所以目前内政部的汇报是已经同意送院会，基本上根据我们了解，内政部同意了，院会就不会有太大的意见。那这样子在审郑天才委员这一个提案的时候，应当就会很顺利的过关。我们很期待能够早一点给原住民的猎人一个应有的尊严，不要好像有猎枪就是一定会犯罪一样，被冠上这样的一个污蔑性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未来我相信所有的原住民猎人，我们的狩猎文化要感谢黄县长，要感谢王局长支持，让我们能够重新找到尊严，让狩猎文化能够很有尊严的延续下去，局长您请坐，谢谢议员。接下来我要关心金轮 BOT 案的这一块土地，6月14号确定，处长您要紧张，我不是要问你，6月14号确定要来开说明会，可是说明会的议程只有一个小时，11点钟开始12点结束，那我不晓得他们这个说明会到底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说明，所以跟我们的期待有相当程度的落差。前一次海岸管理法的说明会的时候，东莞处处长也有来参与，在到达隆纳部落以及回到议会来用餐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跟他提到有关这一块土地的这个利用模式，他有跟我提到过说他们已经把相关的问题都厘清，跟乡公所之间的这个有争议的部分也厘清了，他们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原住民特色的作物区，来增加成为一个观光卖点。那我不晓得现在说要开放 BOT 的话，那是不是这个还能够给地方来发展特色农业，原住民的特色农业成为观光景点、观光卖点。那另外就是金轮东66线的交通，整个只要一到假日就打劫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就只有采取单行道的方式来限制通行，然后大型车辆走旁径道路跟东莞处的管理道路来替代。处长，接着处长，您好像还没有邀他们来协调。对，就打算这一次定期会以后比较有时间。刚刚好订阅14号，他们11点钟才开始，我们9点钟可以跟他会刊，跟他协商，反正他们要来嘛，是不是？你协调一下，是不是6月14号 ？OK， 好，这个打铁趁热，趁这个时候，他既然来一次就好了，不必来第二次嘛。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发那个会刊通知。是啊，跟警察局要通知啊，还有公路总局要通知啊。对，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当面的沟通协调，能够把地方所迫切需求的这个问题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解决，我想我们朝这个方向来继续努力。其实多良火车站，江处长，我想您应当要指导他们在这个1000万的这个规划里头如何来去规划。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动线，我刚才陈副县长也提到了，游客真的是毫无秩序啊，那整条路就是都是他们的路了，连在地部落的人要出入都困扰，因为他们走路根本就是整个马路上都是人啊，而且一家人走一字排开，常常我要去参加部落的各项会议，或是参加喜庆宴会，或是参加公祭，我常常还要等他们，要让他们，又不能按喇叭呢，按喇叭也跟抬眼呢，搞不好被丢石头。所以整个动线应该要跟警察局那边也要协商了，请警察局提供专业的意见，怎么样来规划动线，然后真的就像副县长说的，只到火车站拍拍照就离开了，有没有创造什么多大的商机？有限。所以应当要规划，让他们从进口进去，从下面进去了之后，从上面出来，你就不要让原地出来，这样子
那一边的出入口也不会太多的乱象，而且它必然一定要走一圈才有可能相会。所以处长，您是不是跟乡公所那边提供专业的意见？对，我们后续在做规划的时候，因为上回议员有提到交通的包括停车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公所还有我们警察局这边再来看怎么去来解决，因为它有一部分还有铁改局的那个 铁路电气化工程要施作，所以说这很多的面向我们都要一起再来讨论。好，另外特别是还有垃圾的乱丢的这个问题哈、对，真的一定要去考量到了。怎么样的方式在不显突兀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地点设置适当的垃圾桶，这个一定要做了，要不然这个根本就是乱扔了、人性的弱点了、贪图自己的方便，连在公路上面常常前面的车子丢，饮料罐，还好没有遭到车子呢。这个我们台东的还比较好一点，西部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只顾到自己啊。所以我们发展各方面也要去克服这个问题，是也要做适度的宣导。好，我们会再跟公所。好，您请坐。谢谢。我要请教陈副县长，我们富山户以区，我们自治条例不是过了吗？对。那我们的管理办法？现在基本上大概这样哈，农业处已经争取到大概2000万的经费，准备在那个核心区那个部分做一些规划，以后在管理上面会比较好。但是那个还不够，我们应该还要再争取在附近区域，从赤孔部落一直到这个超过这个庙，这个沿线车辆的停车问题。对，停车问题一定要先解决嘛。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在设想，因为它腹地实在是太小。没有错。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要做一些规划，甚至我也跟县长建议，就在我们那个管理站旁边不是有大排水沟吗？那是不是能够盖起来，然后那边也增加一些休憩空间或者停车空间？那在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土地公庙，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够作为游览车停车的地方？那游览车来只能在管理站下车，不能停留在那边，他就开到没有错位置。一定要做的，或者还有当地商家住户的这个生活废污水，对，一定要做处理。这个生活废污水一定要做处理，不处理不行啊。对，这个一方面要有公司，一方面要有带有一点半强制性啊，因为大家都喜欢面海嘛，面海那个上面有一些海底，上面大家有一些违章建筑都盖在那边，秩序是很乱的。那我也跟县长建议，我们来考虑哈，是不是可以跨建一个隔空的平台，让大家都可以应用，可是我们就可以收费，利用上面的这一些出租或者委托经营的方式，增加这些收入，再来一直在这个管理费用，对，管理费用是，还有游客的脱序行为的罚则，对，要赶快定出来啊，这个在自治条例里面哈。他这个规划设计出来的时候，相对应的这一种管理方式就会做一些规范的，因为有一些用行政规范就可以，因为自治条例基本的母法已经定了，是其他的执法或者规范这个由我们内部协商，对，动作要快，就可以动作要快，我看了很久了，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真的动作要快一些。还有就是游客既然脱序行为那么多，我们干脆限制游客不得下水，你就只能在栈道上面，规划的栈道上面走，你就不要下到海域里头去啊！你看看那个陆客那么嚣张的样子。对，这一个部分大概农业处那一笔经费里面会做一些设计规划。OK， 我希望这个进度快一点，让这个富裕区能够管理上轨道，不要再有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在发生了。对，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各位股会各位同仁，谢谢王县长。好，谢谢江坚寿江岩，哇，你对哪里特别好，还专程去关心他们哈，哪里人都会感谢你的，尤其是你的好朋友黄天德啊。也感谢各位媒体小姐先生哈，感谢我们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及各位局处首长。我们明天就最后一天了，总执行大家辛苦了。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谢谢。